魂，把我的头魂变成认真纯真，能加成真，成分加分缘分，离离分分职场硬撑死撑，快要牺牲。东西南北大眼神东，做好热身运动，准备跑这婚姻的马拉松，快步要等慢一步要出现一脚停后一脚，你还要冲。结婚离婚不婚，搞得头昏天真认真纯真，能加成真，成分加分缘分，离离分分职场硬撑死撑，快要牺牲。敏秋吃饭呢，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我好得很。什么就没事儿？我听你声怎么不对啊？我就是今天跳舞扭了一下腰。哎呦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？你跳舞悠着点，悠着点，别那么投入。哎呦，得了，你待着别动了，我先马上回去啊。哎呦，我跟你说了，我没事儿，他没事儿就是没事儿，你。我就敢跟你断绝关系，你信不信？不是大兰子，你为了给他生这个孩子，从此以后你就不能再生孩子。他因为不能再生孩子，你就要跟他离婚。你好无聊啊！你找抽呢？你把家里的膏药放哪儿了？你找膏药干什么？不是我，是奶奶。奶奶的腰又扭了，想要膏药，可我找不着。奶奶腰扭了，严重吗？我不知道，她只说让我帮着找药。找不着就到楼下去买。你不用找了，我们家没有膏药。哦，那我去帮奶奶买药吧。哎，茉莉，茉莉，喂。你自己在家乖乖写作业吧，妈妈去帮奶奶买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再见。没膏药，惯性。我下班了。谁批准你下班的呀？我批准我自己下班的。哎，哎。你要是对我态度好点呢，我就能让你再生孩子。谁呀？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我妈。那你接呀。她刚才吃饭的时候打过了。就说是好像跳舞的时候把腰稍微扭了一下，那你不回去看看？不让，他不让，他说没事儿。那怎么能没事儿啊？那么大年龄扭了一下，肯定不是小事儿。这样，你听我的，我陪你一块儿回去。你去，你去行。走走走走。
怎么是你呀、啊？茉莉说您腰扭了，要不去趟医院啊？哎呀，去什么医院啊？我没事儿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哎呀，你要没事就不会给茉莉打电话要膏药了。哎呀，我就想我大孙女打个电话还不行吗？真是的。再说了，我给茉莉打电话，然后帮我买个膏药，这事儿也不行啊。没什么不行。您给她打电话，我是她妈呀，我也不能不管啊。我自个儿待会儿贴上。我给您贴上吧。哪儿啊？哎哎。哦，咱把话说清楚了，这可是你自愿的，不是我求你的啊！是，是我自愿的。哪儿啊？这儿，下边。这儿。哎呀，对对对，就这，就这。您这可不是扭伤，这腰椎间盘突出得去医院的。哎呀，你废什么话呀？我自个儿腰，我自个儿知道，你赶紧给我贴上吧，快点，我这疼着呢。这贴上管什么用啊？管得了今天，管不了明天。哎呦，下手太狠了你！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止疼药，一天吃两次，一次两片，24小时之内不能超过6片。您吃饭了吗？这药可不能空腹吃啊。没吃。都没做呢，行了，你甭操心了，我自己待会儿弄吧，你走吧。家里有菜吗？有，在冰箱里呢。行吧，给你做点吧。哎，这也是你自愿的，可不是我求你的啊。这一扭了，人说这电影不看了，是要来看你，这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天蓝，你不是还有要紧的事儿吗？你赶紧去办吧啊！谢谢你啊。撇我干嘛呀？我给你送包送错了。咱俩还没结婚之前，你妈就说你是个孝顺儿子。等我嫁给你以后，我有什么让你妈不顺心的，她都拿你来教育我，说媳妇儿不如儿子孝顺。今天你妈扭着腰躺那的时候，你就孝顺儿子呢，就光顾着谈恋爱，忘了家里有个老妈了。我以为以前你只有对我才这样。没想到现在也学会一视同仁了哈！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别我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你妈今天腰动不了、找不到人的时候给茉莉打的电话，害得我给你和你这未来老婆尽孝心。我还知道我将要来晚了，你妈这腰明天都直不起来了。行行，江天蓝，我谢谢你啊！我替我们全家，我谢谢你。用不着，你回去告诉你妈，别没事找不着人的时候给茉莉打电话。孩子那么小，能帮着你们什么呀？阿姨，你给腰怎么样？咱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呢？哎，不用，贴了膏药，贴膏药就好了，现在都不疼了。哎呦，你说展鹏也是，我都跟他说了不用回来了。你看看，哎呦，明秋啊，电影没看成哦。没事儿，展鹏他特别着急。再说了，电影什么时候都能看呢？哎呀。
要说吧，我觉得我还是挺有福气的，我儿子啊可孝顺了。你知道这男人一孝顺啊，对自己老婆孩子就特别的好，真的。就是茉莉他妈，今儿啊他就来有点事儿，他也是刚进门。展鹏跟他已经离婚了，平常他们不来往。就是周末的时候呢，去接下茉莉，真的，这我给你保证，他们平常一点来往都没有。其实也没关系，大家离婚了也可以当朋友嘛。那哪行啊，婚都离了，又没有什么血缘关系，也不是夫妻，还当什么朋友啊？没必要成为仇人嘛。大气。哎呦，敏秋啊，我这一看见你啊，我就知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我喜欢。要说我们家展鹏还真是有福气啊。啊啊！哎呀，眨什么眼啊？有话过来说，我这腰不行，站不起来。过来，敏秋又不是外人。没事。啊，那什么，那个阿姨也没什么事儿了，我就回去了。哎呦，那哪行啊！别走啊，敏秋，吃了饭再走啊。不用了，阿姨，您好好休息吧。哎呦，怎么说不用了？你来都来了，自己家别客气啊，吃了饭再走。展鹏，你该跟敏秋说说呀。我说什么呀？您这腰都伤成这样了，怎么在家吃啊？谁做呀？你做呀。哎，敏秋。我们家刘展鹏做饭那可是一流。哎呦，我做饭您敢吃吗？怎么不敢吃啊？哎，那个，要不然这样吧，阿姨腰不好也不方便，我来做吧。哎呀，那怎么好意思啊？这不好意思，这不好意思。没事儿，不过阿姨，我做饭手艺确实是一般，您做饭那么好吃，就怕您接受不了。不怕，你做什么样我都喜欢吃。那行，那我就去做了。敏秋，辛苦你了啊！没事儿。你说你今天接连兰来，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？是他自己要来的，又不是我让他来的。再说了，你带敏秋回来，你也没告诉我呀。我们俩本来是打算看电影去的，你说你这腰不行了，我怎么能我还能继续看呢？那你不能怨我呀！不说这个，不是你再怎么你不能让客人在家做饭是不是？又行了吧，别装了，什么客人？这就是你要娶回来以后做老婆的女人。哎，咱俩先验验货还不行吗？下厨做饭，没事儿。其实啊，我也挺喜欢下厨房的，就是平常时间太紧张了。哎，那个阿姨的口味是淡啊，还是重啊？我妈随我，口重。哦。啊，她上岁数了，那个吃点清淡的也挺好。啊，行。你瞧啊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！我跟你说，江天兰这是我们俩离婚之后第一次来家里，你看就。没关系，其实常来也没事儿。你们相处好了，茉莉心里才不会那么难受啊。对对对，这是啊，我跟江天兰的关系，你可以120个放心。我跟她就是茉莉的爸妈这种关系，很单纯。我知道，我一点都不担心。再说了，我也相信你啊。相信。行吗？哎，您慢点啊！哎呦，行吗？那是心疼啊，敏秋啊！哎呀，
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没事，阿姨，今天实在是太匆忙了，就简单做几个菜，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。合合合，挺好。这菜啊，看着就好吃。来来来来，快吃吃吃。别客气。嗯嗯嗯嗯嗯，怎么样？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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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吃好吃好吃就行。嗯嗯嗯，哎呀，你看你也不用客气，到家里来就是自己人了，这早晚都是一家人，是吧？哎呀，你这说什么呢？这把人吓着。吓着什么呀？你都把人带回来了，我还不了解你啊？是吧？哎，宁秋啊，今天不好意思啊，你看阿姨腰疼，赶明儿啊，等哪天我好了，你带着小雨一块儿来，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好吃的，我那做饭的手艺那可是一流啊！我妈做饭真是好啊，那个别在意啊，我妈就是图个热闹啊。没事儿。其实我也应该正式拜访一下阿姨，看今天吧，实在是太匆忙了，两手空空就来了，什么也没带。哎呀，看你客气啥呀、啊？来了我就高兴得很了。那个什么，你们是我去拿个辣椒酱。哎，阿姨，我来给你拿，放哪儿了？啊，那就在那冰箱里边，麻烦你啊。哎，冰箱里。哎，赶紧给我拿点水，我渴死了，太咸了。来不及了，拿汤，拿汤，你说什么呀？太咸了，没法吃啊！凑合着，凑合着，凑合着。再吃你牙就掉了。就是老奶奶了。哎，你懂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对，我是生气了。我理解。但实话实说，你要是让江天蓝现在就搬走，有点不太现实。不是为江天蓝啊，是因为茉莉。茉莉现在还离不开他妈，我不可能让他们娘俩就去住那种工棚，太吃苦了。你我生气的不是他们两个人住在哪儿，而是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。说实话，我今天在你家碰到他，确实是有点惊讶。但是我知道你是为了茉莉，所以我可以理解。对，真是因为茉莉，不是因为茉莉的话，我不可能让江天蓝跟我住同一个小区的。我不希望你说这样的话。两个人即使是离婚了，也没有必要成为仇人。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如果说是人不在了，那你记得的一定是他的好。但如果说是两个人离婚，就像我跟江天蓝现在就是这种状态，我们见面就吵，我们见面就吵。别吵了，我不希望你们两个人这样。说心里话，我希望你能够跟江天蓝好好的相处，因为有茉莉，以后大家免不了要见面。与其这样，你不如相处得好一些。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锦秋，你跟我一起面对这个，我真是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，我
就会试着和你一起去面对所有的事情。因为小雨做了那么多，我怎么就不能为了你去接纳江天蓝呢？我不希望你因为我失去魔力。谢谢你。我先走了。杜阿姨回家是因为他们俩快要结婚了吗？吃西瓜。我以后再也不去奶奶家了。你别胡说，爸爸和奶奶还是很想你的。他们才不会呢，他们现在只喜欢杜阿姨跟小雨哥哥。茉莉，你不能这么想。就算你爸娶了杜阿姨，爸爸和奶奶还是会很疼你的。而且又多加了一个杜阿姨和小雨哥哥陪你玩，不好吗？不好。如果爸爸跟杜阿姨结婚的话，不就不能跟妈妈和好了吗？我不喜欢那个杜阿姨，我只喜欢爸爸妈妈在一起。你听好了，爸爸和妈妈已经分开了，就算没有杜阿姨，我们也不会和好。因为你爸就要给你找后妈了，你喜不喜欢你都得接受。我不要。人长得也不错，聪明，这怎么就是不会做饭呢？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什么都会做，想吃什么都行。你面包好吃啊。切，吓死我了！哎，你说这人吧，他就是没有完人。杜米秋那么好，可是不会做饭啊。江天蓝再也不怎么样，有做饭那可是一把好手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哎，杜米秋，没生气吧？人生什么气呀？人大气着呢，人跟我说了，只要是茉莉高兴，哎，她完全可以跟江天蓝和平相处。你听听啊，心胸多宽广。要说杜明秋跟茉莉他妈的关系可是最尴尬了，他是心里真这么想，还是嘴上这么一说来试探试探你啊？以我对杜敏秋的了解，他基本上还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。但是根据你妈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我认为女人一遇到感情问题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没什么道理可讲了。一个女人第一次到男方家里来，就碰上这样的事情，心里会非常非常的不高兴。杜敏秋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啊，他真的是那么想的话，那要不然他就是心胸宽广大气，要不然就是表面装平静，内心里波涛汹涌。哦，照你这么说，那这杜敏秋其实心里还是挺介意的，是吗？我认为，要是一点都不介意的可能性，基本是没有的。妈还是那句话，像敏秋这么好的儿媳妇，你可得抓紧了。
儿子，要不你辛辛苦苦的耕了地，最后被别人种了田，那咱可就亏大发了。大篮子，听你的，我出去一趟。哎呀，干嘛去？干嘛去？去哪儿啊？这不刚回家要走啊？消灭暗流啊！喂，那个你下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没话跟你说。行，你要不方便我就上去啊。你别上来啊，茉莉睡了。我在花园等你。是个人就能威胁我。大气、真诚、透明、可耻。fighting。刘展鹏，手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话快说，茉莉一人在家呢。首先我要真诚的跟你道个歉，谢谢你。行了，这下午都说过了。其次呢？其次，是这样，我跟你商量一下啊，你下次来我家之前能否跟我先沟通一下？那你们俩。停。你们家有金山银山呀，八抬大轿抬我都不去。那正好，那这就不是问题了。那我说在此啊，那我就透明的跟你直说吧。我跟杜敏秋的关系现在正在平稳的发展当中，所以我不希望因为某些原因让我们之间产生矛盾跟误会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我明白。明白就好。这女人看我在你们家生气了，跟你发脾气了，难怪这么大半夜把我叫下来下逐客令。哎呀，这话不能这么说啊。意思是不是这意思？我告诉你，刘展鹏，以后你们家大大小小有任何事儿，别再指望我帮你一个手指头。咱有事说事，你别咒我们。还有，你妈以后有事可以直接给她打电话呀。你们以后一定要好好过，好好处，让她千万跟你妈不要闹什么矛盾，出什么问题。我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我今天要是知道你跟我说这个，我就真不该出来。我要知道你这德行，我都不叫你出来。我领导和你领导这俩人进展够快的呀，这会儿俩人正在没准用不了多久那俩人就出生入对了。要不说人家是领导呢，啊，各方面都这么优秀，谈恋爱的技术绝对一流。哎，看什么呢？哎呦喂，如何搞定岳父岳母？哥，这事儿也问度娘啊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不问度娘我问谁呀。舍近求远呢，看这些有什么用啊？脱离实际，要说问谁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啊，你呀，哎呦，你可算了吧！你除了会八卦，就爱杜主编骂，你还能干嘛？漂亮，英哥说的没错，你一个丫头片子，你懂什么呀？至今你还单身呢，女朋友我都谈了两个，啊，当然全部都黄了。英哥，你问我呀？哎哎。
叶哥，我真不是挑事儿的人，但只要你一句话，就一句话，不用你处理，我直接废了他。你个臭捧哏的，别拿豆瓣不当干粮。谁说我不懂？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。不用说别人，就拿我自己举例子。虽然我现在仍然单身纯情，待字闺中小家碧玉一枚，但以前我也经历很多男朋友，称得上是阅人无数。有这个山东的、东北的、广东的、浙江的，这天南海北的男朋友，我妈算是都见识全了。其中呢，也不乏有我妈很喜欢的。我总结了一下，凡是我妈喜欢的，都有我们共同的一点属性。那你快分析给我听听啊。出去！啊，出去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别理那死胖子，来来来，跟我说说。这简单的来说呀，是这样的。哎呀，相当丰盛啊！啊，鸡鸭鱼肉的，我很满意啊！我代表全家向你致敬。拿什么东西啊？沈老师拿什么东西啊？哎哎，沈老师干嘛这是？后悔了，不做了，爱去哪儿吃去哪儿吃。你看，我始终夸你顾大体识大局，你不管这个小子今后是不是咱们女婿，过门就是客，咱不能丢了老江家的礼数吧？老江家的礼数跟我有关系吗？你来，你来好吗？今天这顿饭全交给你了。沈老师，沈老师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长辈啊，他就不能和这个小辈计较。人是我正儿八经请过来的，你总得给我点面子吧？再说了，他万一今后真成了咱女婿，到处说这个天青他爸爸他妈妈特别抠，就上个咸菜，咱脸上也没有面子呀。你是咱们家老大，菜你做的最好吃，还是你掌勺。行了吧你，用得着的时候我是老大，用不着我的时候我就是老妈子是吧？哎，我丑话说前边啊，今天让他来吃饭，不代表我就接受了这个女婿。你这个观点我同意啊，分寸我是有的。就你，随时都有可能叛变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叛变的话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沈老师啊，有时候还可能是地下党哦。行了。要是一个鸭子就好了，是吧？你再说。好，好，好。红衣美女，出去。给你准备的资料，行吗？这个不行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别整天去听那个孤零零满嘴跑火车啊！他一个丫头片子，他懂什么呀？他在青春期呢。哎，像这种谈婚论嫁的事情，必须得听我的，我是实战派。呸，实战派！你要不耍屏幕，都好几年。真心实意的想帮你，你还挤兑人家。走吧，干嘛干嘛干嘛！开玩笑翻脸给他没撇了啊！坐。下一个。咦，哎呀，媳妇儿，这么多我也看不过来呀。哎呀，其实这些都不重要，以你的条件，就再学会三个字，那就全齐了。三个字，真善美。严肃点儿。真善美都出来了，你个死胖子，你要再这么说下去啊，我就得皈依佛门了。听不听？听不听？听不听？不听我走了。说，真呢就是要货真价实。你的房子是真的吗？车子是真的吗？到时候你把你的房本、车本还有银行的存款证明一起放到二老的面前，这个事儿就齐了一半了。能这么简单吗？当然不能啊，还得有善呢。善就是慈眉善目。坐凳子要坐前三分之一，双腿要并拢，45度仰望二老。不管老人家问什么，必须得点头称是。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必须得笑脸相迎。哎，俗话说得好，抬手不打笑脸人呐。老人家喜欢脾气好的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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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屁股坐凳子三分之一，45度仰望二老，这是善吗？找个坐。最后我们说美。
这个美呢，就是赞美。天琴他妈要说砒霜梅毒，你张嘴就得吃二斤，闭嘴就得说味道好极了。天琴他爸要说中国男足能够冲出亚洲去拿世界杯，那你必须得说梅西踢不过谢辉，郝海东比贝克汉姆要帅上八条街。这个我倒是敢说，能信吗？你甭管信不信啊，关键是态度和立场的问题。你不要让老人家觉得你是去跟他们抢女儿的，你要让他们知道你是去为他们全家全心全意服务的。真善美，真善美。你干嘛呢？赶紧来帮忙啊！我正忙着呢。忙什么呢你？眼睛看着你呢，净胡说。我看他第一次上门，敢不敢晚？无聊死你得了。59、58、57，快开门！你怎么不去开呀？哼，你没看我已经做好了吗？哎呦嘿，这图给谁看呢你？哎呦，这个是送给您的。还送给我花儿啊？拿着嘛，这花可是正叶一朵一朵挑的。哎，你知道这花语是什么吗？慈祥、神圣、真诚、尊重，代表着正叶对你的美好祝愿。快拿着，谢谢啊。进来吧，进来，马上就开饭啊。天晴啊，哎，招呼一下啊。好嘞。正叶来了，叔叔好。坐吧。天晴啊，啊，来帮我一下，来。啊，你先坐着，我先去一下啊。放松，还要放松啊。既然进了家门，就没必要这么拘束。会下象棋吗？不太会，勉强知道规则。那咱们两个下一盘吧，我可以让你去马炮啊。行，叔叔，那我就陪您下一盘。天晴，哎，摆象棋。你不要让老人家觉得你是去跟他们抢女儿的，你要让他们知道你是去为他们全家全心全意服务的。小张，我看你有点紧张，放松。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下象棋吗？不知道。这个象棋啊，不仅考验人的技术，更考验人性。你别看他16个子儿，怎么走就能看出人性来。是是是，俗话说得好啊，其品为上，其义次之。你就拿我来说吧，我的棋艺偶尔有马失前蹄的时候，但是我的棋品啊，那是有口皆碑的，在同事面前，在邻居面前，他们每说我一次，啊，输的都是心服口服。是是是，叔叔，这盘棋我输了，我也心服口服。你这个话什么意思？听你这话，你就是不服啊？这儿，
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干部，啊，我是刚直不阿的人，在我们单位有很多像你这样年轻人，每次下棋就像你这样让着我，你我看不出来，这样不行的。拿出真本事来和我下，我更喜欢你。你就这样的话，做我女婿都不合格。行，叔叔，那我记住了。放松的下。将军。好啊，这就非常好啊。下棋就得全力以赴，是吧？刚才啊，我就是想试探试探你的实力，这样非常好，相当不错。咱们重新布局啊！这次我不能让你了，要让你的话，只能让你个马。哟，叔叔，您不让我，我怎么能赢呢？啊，来，坐吧。好好来。人生路上的孤单。